刚组装完成的最新款九瓶花盆切割机，啊，有喜欢切割九瓶做烟灰缸、种多肉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款哈，这款是咱们稍微改进的一款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款咱们采用的是304的实心不锈钢的光轴，轴承箱电机为大功率高速电机，可旋转啊，角度机头可旋转啊，角度多角度旋转的，这一款啊，看一下啊，好吧，底板为铝板啊，铝合金板的啊，都是经过抛光的啊，非常的好哈。电源的插口、电源开关，还有一个万向的滴水管啊。同时，这款咱们可以上下调节啊，上下调节360度的旋转都是可以的。切割片咱们选用的是这种直径为60的切割片啊，夹头为 B10 的。有需要的朋友哈，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黄色购物车直接去购买就可以哈。咱们这款是新款啊，价格非常的优惠哈，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去看一下哈。这款咱们赠送的配件有一套扳手，一个这个水管，就是滴水管，然后两个锯片，机器上带一个，咱们再送一个。还有咱们再送你一个什么，送你一个护目镜啊，再送一个护目镜，电源都有的哈。